亲爱的线上线下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慈爱和恩待，东湾三英华人教会迎来了又一次的宣教年会，感谢神赐福满满，让我们教会邀请到戴牧师。大家知道戴牧师是从台湾岳阳而来，他也是华神的院长，又是牧师，在许多教会都有服事，而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很感恩和敬佩。虽然我以前没见过戴牧师，但我很喜欢听他的讲道，每次听了他的讲道都很多招，也很受激励。他的信息真是蛮有神的恩膏，是神的终身仆人和使者，这里我就不介绍了，刚刚林长老已经介绍了。宣教是主耶稣给教会的福音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宣教也是神的托付，是回应神的爱。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成为传道人，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传道的人。神是万福的源头，他赐福给我们，把祝福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成为别人的祝福管道，让我们做一个传达神祝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家人、朋友、同事、邻居他们离世时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得救，你有感觉吗？看到这个弯曲病理的时代，有战争一起蔓延，枪杀、纷争，还有地震，有多少人失去方向，迷失在这黑暗的世界里，痛苦流离，每天恐慌害怕，他们不认识神，人生没有盼望中，你有为他们流利祷告吗？ 你有抢救失散灵魂火热的心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主白白领受恩典，乃有神的托付，为要成为神祝福众人的导管，流利丰盛的活水泉源，滋润干渴的田地。我们不但领受了神的恩典，也享受了神的恩典，就应该把这份恩典分享给还未得着这福音好处的人，活出生命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借助我们的生命在世上助光助盐，荣耀主名，来高举荣耀的十字架，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述说他赦罪大能，使他人得救。让我们一起来唱借我赐安抚，身体允许的话，请大家站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捍卫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尊重他。主耶稣就是他所比喻的这一粒麦子，他用自己的死来救赎所有的人。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每一个相信的人，他把天国的福音，把真理的种子撒在了人间，种在了人民的心里，结出了许许多多的子颗粒。我们知道中国立德会创办人戴德生，也就是今天的讲员戴牧师的曾祖父，他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他的一生像一粒麦子，将福音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中国，也将神的爱注入到中国广阔而贫瘠的大地。他得着许许多多属灵的后裔，结出了许多有生命力、传承力的子弟来。他留下的名言：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借不留下一条蝴蝶中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放在瓶子里当着装饰毫无改变的一粒麦子呢，还是让埋在地里成为生命种子的麦子，发芽成长，结出许多的子粒的麦子呢？盼望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信徒都是这许许多多颗粒中的一粒，甘心乐意勇敢地起来，离开舒适圈，走出有需要的人群中，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我们来请唱一粒麦子。Yeah.
行动不只是单单做短宣，不是教会的活动，也不是一个口号，乃是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要去使万国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要有行动。正如耶稣所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一个叫王子的牧师说过，宣教是人去钱去祷告去。因为疫情，我们教会这几年没有派人去演出短宣，但有弟兄姐妹向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传福音。他们活出了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谁走谁传。宣教勿忘祈祷，祈祷勿忘宣教。大家知道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师娄友安和朱淑仁夫妇在英国服侍中国留学生，九月底突然面临着没有场地聚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迫切为此事祷告。短短的时间里，神赐给他们超过所求所想，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奇妙作为，也增加了许多弟兄姐妹们祷告的信心。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因为人若有念住的心，并梦也拿，那是咒他所有的，并不是咒他所无的。在神的永恒计划里，他在那里等候与呼召，等候有人回应他的呼召。庄稼已经熟了，等候收割的工人。当神向你说话呼召时，你愿意成为灵巧且乐意的人吗？你愿意献上自己给耶和华吗？你是否向亚伯拉罕、撒母耳福音神说：“我在这里。”甚至如以赛亚进一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来做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主仍然向你发出这样的呼声，你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或期望，跟随主的带领或呼召，被主差遣到各处各方去传扬福音的好消息吗？念基督的爱再次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求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重新点燃我们传福音的热情，苏醒我们沉睡的心，来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我在这里。